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浩，今天跟着我们回到了比弗利山庄，正经的90210，这现在是全美国应该是前不是第二就第三贵的 zip code 邮编了，平均的中价位房价基本上在600万到700万之间。那今天呢是在 Trousdale East Day， 就跟 Bird Street 紧挨着，非常有名，国民老公王思聪也是住在 Bird Street， 可以想象这个地方是多么的吸引全世界的富豪了。那今天这栋房子社区可以看到周围的马路非常的宽阔，即便是 Hillside 的房子，但不同于其他比弗利山庄的房子， Hillside 的路很难停啊，道路很窄，在这里全部都不存在，这边的道路非常的宽，街边也可以停车，周围非常的安静，绿化也非常好。而且 Trousdale Estate 一个大特点就是它的房子几乎都是99.99%都是一层的房子，应该是没有两层的房子的，也是一个非常老牌的 old money 的社区。房子一进来呢，是一个非常隐蔽型的黑色的一个对开门车道门，拉开以后旁边又有行人可以步入的地方，车道直接用黑色的小砖块一块一块的铺进来，迎面的就是两个车位，都在同一个车库里面，两扇门单独打开。门口呢现在停了一个屋主的车，进来的院子呢非常典型的属于知道现在大家老前锋喜欢的这种种植啊 ，bush 啊，包括这些 olive tree， 一棵接一棵的，所有黑色的鹅卵石的 pebble 放在路边的两侧，也有一些晚上的小射灯照亮以后是非常好看的。包括这一侧也有，它里面一进来就是五棵非常大的 olive tree， 当然外面也有啊，绿化隐私非常好，因为从路边。这边的房子其实特点就是从路边你根本就看不到室内是什么样，或者院门前面长什么样，一定要进来才能看得到。那么紧接着正面非常漂亮的一个法式的玻璃铁艺的开门，双扇双开，直接打开以后就可以看到非常棒和开阔的景观以及客厅了。那么沿着黑色的台阶进去看一看室内，为大家介绍。我们现在进到正门这边，正式为大家介绍，这是一个正门的玄关，外面因为用黑色的同样颜色和材质的地砖铺设过来以后，它进来的过渡就非常的不明显，而且可以看到它，我正对着这边是一块 book match 的一个应该是大理石的天然石料做了一个对称的墙，哎，非常的漂亮，从外面的白墙过渡进来，感觉室内室外在这边界限做的相对比较模糊，就很舒服，有这个很好的加州的风格，就室内室外的 flow。然后到这个空间以后呢，首先它的黑色地砖的过渡的线是用金色的这个线条做的过渡，很漂亮，富丽堂皇，而且抬头在这边有一个天井采光的地方，上面一个非常漂亮螺旋形状的一个有什么贝壳呀珍珠水母各种形状组成的一个挂灯，很好看，就这个房子很多装修的细节用的是非常用心的，包括门口放的这个柜子啊，中间用这种金色裂纹的材料也是非常漂亮。它整个房子室内是 designer 对不对？是 Versace， 对，将近花了 Versace 的 furniture， 对，将近花了100万美元，就光是室内的咱们看到的家具啊，然后周围这些射灯制，一进来的地方，包括这些环绕的氛围灯，一进来的感觉就非常的富丽堂皇。右手边这边是一个小的一个放杂物的区域，包括一个 powder room， 它每一个卫生间的装修都不太一样，而且都是非常有特点的，墙面全部都是用石料做的包裹。往前继续走到这个区域以后，它的所有的木地板的区域都是用的鱼骨型对称铺设，哎，比较讲究的一些做法，这样是最费工最费料，当然价格也是最贵的。首先到了这个客厅，自电子拉门拉开以后，直接可以看到洛杉矶 downtown 高楼景观。今天天气还不算特别晴呢，而且到这边可以看到更多的什么，第一个右手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itting area 坐的区域，当然同样全部都是同一个品牌 Versace 定制的 designer 的牌子的家具放在这边，篝火点亮，黑色的 marble 石料环绕铺设的一个篝火的壁炉，非常大的尺寸的落地的天然气，它的热量提供过来是非常好的，在这边真的是可以感到一个暖暖的效果。10尺高的层顶作为一个一层的房子来讲也是绰绰有余了，后面全部都是用实木的木板挂了一些画作为铺设，这边的电子拉门一拉开以后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它是一个黑色边框的法式自动拉门，并不是折叠拉门，它是非常大的几扇叠在一起，所以很漂亮，一会儿出去为大家介绍后院。那往身后这边过来一点呢就是它的正餐区了，这个灯我们之前的频道里面也见过，非常漂亮的
灯具，那上面可以看到所有陈设的这些餐具啊，都是非常讲究的，非常漂亮，对不对？包括吃早茶的、下午茶的、喝香槟的、喝白水的、红酒的，各种各样的杯碗都在上面，非常的好看。这一套，这应该也是 designer 的吧？而且这个都是您的，这套是 Versace。哎，真的是非常好，光这一套家具，光这一套餐具啊，盲猜5-6万美金，全都包含在卖价里面。没错，你这个卖价是包含所有的，包括这桌子也不一样啊。这桌子有点像那种云，它是 marble， 对不对？云石。对，但它是更像云石，就也是 marble 的一种啊，有一定的透光性。它整个这么一个 marble 大理云石的材料这么铺过去，非常的好看，一整片还是蛮漂亮的。这个桌子也跟别人之前看的不太一样，而且一看到什么，这个小碎碎其实就知道了，这是它这个品牌定制家具的特点。之前它有别的沙发也是用这样小碎的方式的同坠。那么继续往这边走，身后。木质的墙板挂了一幅非常大的画，以及两个墙上的射灯，墙上白墙的地方都挂了一些巨大的工艺品，像是钟表一样的形状。那我们到这个区域，我的右手边那边是他的 laundry room， 就是他的洗衣房，身后呢还有一个书房，书房有自己的卫生间可以当卧室使用，也有拉门可以拉开出去，而且这个书房的卫生间用的石料真的是漂亮，对不对？有点像是接近玛瑙的那种感觉，然后绿绿的，有点像祖母绿的那种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不是特别深。我觉得在咱们看的卫生间里面，这个房子的卫生间应该整体是做的最好的吧，可以算是。是。那么用料各方面。正式到厨房，厨房这边很典型的偏现代的设计，以黑色为主，包括所有的什么冰箱啊，对不对？冻箱啊。都和整个橱柜系统融为一体，以及上面的高柜是一直做到墙顶的，所有的通风系统也都是做的隐藏的。这边是黑色的石料台面，而且做的是磨砂的这种处理，里面有些表面石头那种粗糙啊、质感啊小的缝隙做在里面，真的非常的不一样，整体来讲显得更加的典雅也好看一些。包括它这边的材料后面的这块台面也是用同样的前面的主台面的材料，以及它的这个背景墙也是用的一模一样的材料上来，下面还有一串 LED 的灯，上面呢用的是这种黄铜色作为边框的全透明，包括边上也是透明的啊，都是用玻璃做的这种透明式的橱柜，上面同样是 Versace 的这些餐具。哎，真的是，它这个真的是展示功能拉满啊，包括这边像喝那个阿拉伯咖啡的那种铜制的这些都有。他这一套放在这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但是有一点我没有看到他抽风在哪儿，不用做拉门打开应该就不需要抽风了，是不是？因为太好看了。他整个的 cooktop 是从哪儿？它是 Gaggenau 的牌子，从这边开始一直到这边，对不对？从烤盘铁板到 burner 和这个大火的做点小炒都是可以的，一个空间非常大。而且他的这个 knob， 他的这个 button 是坐在了台面里面了。然后它的抽风是怎么来？它抽风应该是这样的，对，从这边打开，然后这种是属于定制的，对，它是定制的，它等于抽风是在这边，就是风是这么吸，两边打开了以后，它这样反正就从下面的地方吸上来吧，还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做法啊，确实挺有意思的。这边两边都是风扇嘛，等于都对着嘛。那么继续往这边走。主导台上面黄铜色的这个五金件，然后做了一个挖下去同样材质的一个第一个洗碗槽，我觉得尺寸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继续往这边走，有更多的导台的空间，可以放更多的东西。我们再过来一点，这边是它一个早餐厅的区域。早餐厅的区域可以看见它围绕着一圈全部都是用玻璃黑色的边框做的设计的一个半伸出去的感觉，但实际上还是在室内一个早餐厅的一个位置，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它过渡到外面变成黑色的，就变成黑色的鹅卵石了，然后再加上再往外一点这种绿色的绿植，整体的环境给你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出去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再往这边，它把它的烤箱、microwave 微波炉全部都放在了这一侧，等于它一过来这一个区域，它完全就是一个大的厨房系统，包括早餐厅的位置，空间是非常好的。而且这边还留了一个电视的空间，就在早餐厅的旁边，吃点简单的早餐的时候，哎，看一看时事新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非常漂亮。这个法式的这种双开门，
我们打开为大家介绍一下它后院有哪些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到它的后院，开始和大家正式介绍它后院的设施。其实这边Trousdale Estate 这边其实很多房子你很难看到景观的，因为它靠山的一侧会被挡住，那下面的房子呢有一些地方就太矮了，所以看不到这么漂亮的景观。但是这个房子是个特例，我觉得它的位置呢正好比下面，因为都是一层的房子嘛，这个社区里面你正好可以看见，哎， Downtown 啊， Central City， Culver City 就在眼前。 Culver City 你知道谁在 Culver City 吗？最近闹得最凶的 TikTok。TikTok 的总部，字节跳动的总部就在它这边， TikTok 总部就在 Culver City。 那话说回来，我们房子啊，地面全部都是用同样一正门的进门正面的那些黑色的大块的地砖铺过来，非常的整洁干净现代。那往这边以后呢，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坐的区域，一些小朋友的玩具，因为屋主是有小孩，屋主还住在这边嘛。那周围呢全部都是用绿色的绿植做了一个包裹，两边的邻居是根本看不到你的，后面又比你低，所以隐私是非常非常好的。这边好像无人机都不让飞，有一些规则的。那么远处这边有一个黑色的 fire pit， 点亮以后呢，映衬着以后晚上天黑了以后城市的夜景，小的火焰起来，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那再往这边走是它的泳池区域了。泳池区域这个整个的后院，大家可能会觉得会不会黑色啊，觉得太硬啊，其实不会，因为它留了一些绿地在旁边做了一些对称，下面呢就是它同样的这些绿植的围绕，所以整个的氛围它的软化的程度是够的。泳池的长度也非常的好，这边是有台阶，四阶下来以后一直到这边是最深的区域，身后面这边再过来一点呢是它的热泡池的区域，水是从这边流下来的，这边可以加热的功能，一个长条形的泳池，非常的现代干净。像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嘛，这个社区这房子多数都是 mid century， 也就是差不多50年、60年、70年的房子，50、60年代其实居多翻新。像这栋房子是个2022年的房子，在这个社区里是非常非常稀缺的。而且最早这个开发这个社区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当地的石油大亨，所以这个位置来讲，其实很深受很多欧玛尼的喜好。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房屋的基本讯息。房屋的室内面积是6231平方英尺，占地0.51平方英亩，它的要价呢是1899.5万，差5000块钱，1900万。我觉得整体要价来讲，在这个区域是件很正常，因为这个区域几乎2000尺以下的房子是非常非常少，很难找得到。室内的卫生间和卧室，6个卧室，7个卫生间。这边有更多坐的区域啊，家具也都是 designer 的设计，大家看着有点浮夸，但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往那边是它主卧室伸出去的一个阳光房坐的位置，一会儿过去为大家介绍。那么现在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继续回到室内，为大家来继续介绍。从这边可以看到室内的客厅，不同的角度它的 volume 和开阔的程度依然是非常好的。整体进来以后呢，因为一层嘛，它最大限度的使用率，它的所有的空间没有任何的浪费，每一寸一尺都是给到你可以用到的，并没有浪费的情况。我们继续往这边走，走到主走道从那边是可以过去的，同样的，那我们从墙的这边过来，就在它主要坐的客厅的旁边，这边呢是它的偏厅 family room， 或者是它的 bar 酒窖的位置。有一个小台阶从这边下来以后，同样外侧的玻璃全部都是用一种偏法式的黑条金属以及玻璃做的组合的这种落地的采光的窗户，非常的好看。那么过来以后呢，首先我的左手边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恒温的藏酒的空间，一个偏三角的形状，酒都整齐的摆放在里面，有恒温的系统，灯光 LED 打亮，木板的背景非常的好看。那紧接着到这一片了，可以看到家具也是蛮漂亮的嘛，因为跟前面一样都是同一个品牌。我们继续往这边走，整体坐的空间是非常足够，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坐在这边享受一个下午的时光，晚上睡觉前在这边看个电视看个电影都是可以的。所有这边呢也依然用的木地板鱼骨的拼装的纹路，也是蛮考究的。那我们一进来以后觉得这个房子，然后它的电视啊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升出来了嘛，那实际上它的电视是能够收回去的。OK，
所以不用这个电视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收起来以后，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柜子放在那边，起到装饰的作用。那你需要看电视的时候再升起来，那这样放下来的时候正好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画就挂出来了。所以保证了你这个客厅需要挂画 ，OK， 需要电视也能升出来使用。那么继续往这边走是它的吧台的地方，吧台这边用黑色的石料的台面，以及外面是用的铜质做了一个包裹，有点类似淬火的外观设计。铜质的这个小的 sink 以及这些五金件非常好看，三个射灯直筒直直的射在这个台面的上面，挂了一些摆件。身后的这一片我和 Licky 进来一致好评，就非常的好看。它的这个放酒的这个 shelf 并不是以前咱们看的非常单调的那种，就直直的平平的放起来，哎，它是做了一个弧度的形状，但是同样也是用的金属的材质，后面用的一些镜面的反光，最大程度的利用进来的自然光做一个室内的慢反射。所以这个空间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 family room 需要休息的空间来讲，它的采光是绝对足够了。哎，我才发现这个好像是 Hermes， 就这个小的这个一个小储物，它能拉开里面放一些东西。不是垃圾桶，不是垃圾桶。你要拿这个当垃圾桶的话，那你真的有点太奢侈了。所以这个后面的圆弧形让我想到最近有一个电影里面，好像有点这种感觉。它的这个，你说是哪一个电影？不记得哪个电影，但是让我觉得你是电影里看到类似的这个 design 是吧？对，这个房子不得不说，因为小云这边有台阶啊，因为这个房子其实是咱们可能同价位看到的装修相对比较用心的，应该可以排第一吧，不过分吧？连门把手都有牌子。对，连门给大家看一下，所有的门把手都是定制的，然后外面有点像这种皮质的材料做的，所以摸起来触感是非常好的。不像我们之前有看过一个门把手摸起来都拉手一样。那正好说到这个空间了，我们进来以后呢，已经看到声音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它是一个家庭影院的区域，非常大的一个 projector 直接挂在后面，周围的吊顶上面的氛围灯，一个背头放在这儿，有小朋友玩的地方啊，因为这个家里还是蛮有氛围的。听这个房子进来以后比较不像很多两千万的房子咱们进去特别冷，对不对？这个房子进来就很温馨，适合在这儿住的感觉，也比较有那种带入的画面感，我在这边生活是什么样。往左边呢是一个走廊，右边是一个走廊，那这个是它主要所有卧室集中的区域。左手边那边最尽头的地方是它现在一个办公室的陈设，也可以当一个大的卧室使用，小朋友玩的地方也放在那边了，方便办公的时候能照料自己的孩子。紧接着它有第二个卧室，目前他们家有一个德牧黑贝，是小何伯德牧黑贝也是德牧的 German Shepherd，关在那个屋里面，所以先暂时给他用，也是一个卧室，有自己的卫生间。那跟着我们镜头先往这边来，走道的空间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些简单的透明的这些光洒下来，它是有一些天井采光的，那整个走道的氛围也是不错的。首先移到这边是一个卧室，尺寸都非常的好，也很干净，是小朋友的房间，法式双开门，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这种，你知道玻璃和这个黑色的金属的边条的这种典型的法式双开门，就很漂亮很典雅，有自己的卧室。我们继续往这边走，沿着走道全部都是白色的墙面刷，然后这边呢是另外一个卧室，同样的法式双开门设计，可以看到侧面的一块绿地也是不错，隐私很好，没有邻居看得到，也有自己的卫生间，卫生间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房屋的卫生间整体来讲，我觉得是咱们看过的卫生间里没有比它更好的。主卧室更漂亮，我们现在跟着进来，主卧室是一个双开门了，这样的打开的一个设计，同样都是由 designer 设计的门把手。我们到这个区域以后，主卧室所有的墙面就已经用了这种墙纸做了铺设了。我左右手两边各有一个卫生间，先来我的右手边的这一个进来是他男士的卫生间。男士的卫生间它和它的衣帽间是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所有的墙面都是用大理石的材料做的铺设，满满腾腾，除了屋顶横着的墙面全部都铺过来，所有的衣服呢都是用透明的衣架放在了这边，很整齐很漂亮，一目了然，都可以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衣物。它的洗浴的地方可以看到，从顶到地面都是用同样的石料进行了包裹，黄铜色的门把手，这个不是我弄坏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有点松了。
里面也是非常好的区域。对，但特别漂亮，你看那个门把手它都是有这种有层次感的设计的，非常不错，赶快修好啊，这个会影响卖的，对不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整体来讲空间也是不错，因为只需要一个人洗澡嘛，那台面来讲只给一个人使用，非常大的尺寸，同样的石料挖下去的这个 sink 黄铜色的五金件，以及在它这超大的镜子上面做了两个镜子钻孔出来的这个小灯，我觉得还是整体非常非常漂亮和考究了。那么镜头退回去，先看完男生的卫生间以后呢，紧接着正对的地方就是女士卫生间。女士卫生间这边呢，可以看到一进来这边就有收纳的地方了，因为女士的东西通常稍微会多一点点吧。过来以后，同样的卫生间的区域用大量的石料做的包裹地面和墙面，以及周围的覆盖也是非常的好的。那首先看到一个同样几乎尺寸和设计的台面，跟对面是类似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全身的镜，半身镜，灯从镜子里面直接做的挂出来，非常的好看。小射灯忘开了。那么再过来一点，左手边那边是它的淋浴 shower 的空间，男士那边是只有淋浴，女士这边除了淋浴以外，同样还有一个可以泡的地方，它一个 freestand 的浴缸，非常漂亮的铜制的这些五金件过来已经有一些发绿的痕迹，所以是真的是铜制的，我觉得是非常有质感也很好看的，有些东西其实就要让它稍微绿一点才能出来它的一些材质的特点。那身后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法式双开门，洗澡洗热了出去坐一会儿嘛，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户外坐的区域，隐私没有任何问题。那女士的衣帽间在哪儿呢？就是我正冲着这边走到尽头是一个 LED 边框包围的镜子，两侧两排全部透明把手的立式的柜子， built in 的，打在墙里面的所有的衣物也是可以一目了然看到你所有的衣服，非常方便选择。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两个房间还都是挺不错的。这两个卧室的装修也是蛮到位的，我和 Licky 咱们俩其实来的时候就一直在看嘛，这个房子装修的细节是第一个我们进来觉得你可能挑不出什么不是的吧。对，应该都是面面俱到了，我现在为止真看没看不出哪有什么不好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听嘛。那首先走到这一边了，就是房屋不主卧室进来更深侧的地方呢，可以看到是它睡房床的位置，超大尺寸的一个 king bed， 它还是组合的，可以看到下面是两个 box 组合在一起的，它不是一个大整片的，尺寸是非常大。然后往后面是它的一个橱柜系统，为什么说橱柜系统呢？这个不是电视，它就是个镜面，那它是有一定的收纳功能的，那个同样也是同样的原理啊，它是能够往上抬起来的。里面是电视机吗？对，里面是电视机，从这边拉下来以后呢，哎，如果你想看电视，这个是后面有支架的，能伸出来一些，那我可以把电视放在这边去看电视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小设计还是蛮用心的，不一样是不是？平时电视可能放在外面觉得丑，那我把它挡上以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后面有一个电视。那这边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它就没有放电视了。那它下面呢是更多的收纳的空间，非常有特点的橘黄色的盒子啊，是什么大家不说一眼就应该知道了。而且它这个柜子表面也是用的皮质的材料，还是蛮讲究的。那主卧室床正对的是一个法式的双开门，也是double door，直接推开可以走到侧院，直接通过去就是它后院泳池的地方。而且它主卧有一个小的 master retreat， 主卧的小的 living room 在这个位置。它现在是窗帘全部拉起来了，你可以看到周围全部都是这种玻璃的落地窗，以及黑色的金属边框材质做的这些采光的围起来的玻璃，像加州阳光房或这种温馨的这种阳光房的这种感觉。那这侧面同样也有一个单扇门，拉开以后可以从你的主卧室这一个方向直接到泳池的范围也是可以的。而且主卧室这么一个空间，我坐在这个角落正好可以看到远处洛杉矶的夜景，还是蛮舒服的一个设计。那今天这个房子我们挺快的速度啊，带着大家完整的看了一遍了。那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smash that like button， 那最后别忘了跟着我们看一下它晚上关灯的是什么样，拜拜。